又要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出去了。去干嘛？去找大黄呀。我们家那狗真的是太可怕了，外面有一只小母狗发情，它就已经三天不回家了。它昨天回来了一下，然后就带着我们家六百又走了，现在是两只狗都不见了。我要去找它，把它找回来。找回来给它捆起来啊，吊起来。这叫什么，有了媳妇忘了娘是吧，是这样子的吧。走啦，走。你确定你要带我吗？我带你啊，快来，我的技术你要相信。我有点慌。不慌，绝对不会让你摔跤的。哎，等我先上来。哎呀，好嘞，好，走走起。哎，慢点。哎，慢点。你不要慌嘛，我带着你，你带着钱就可以了。我看我妈拍得太慢了，近一点，不要太靠边了。完了，又被洪水挡住了。我妈说不敢过去，去看看水到底有多深，敢不敢过去？怎么算急的呢？现在妈妈把那个车骑到下边，然后跟小胖一起推过去。妈小心点哦。我妈不敢过那个水，其实今天的这个水没有多大了。妈说看到水就头晕。让小胖帮我妈推一下。哎，果子过客吗？他来推不？推几个，阿木板倒。现在我妈跟小胖把摩托车先推过去。其实这个水真的不深了，直到小腿的地方，而且也不急了。但是我妈的话，她有点头晕，她不太敢过去。现在他们到对面了，狗在不在他们家？我怎么觉得应该在的话，应该老远来迎接我们了。昨天看他出去那个方位好像就不在这里，有可能不在，看一下吧。会吧。啊，他那只狗好可怕。我也是来的，妈这都几楼都不得去。我也是以前的，你看这狗也在哪？就是这只母狗，之前在我们在这里待了两天了，但是昨天走了，他说又没来这里了，难道是其他地方又有母狗发情吗？不知道啊。他说在这里待了两天又走了，昨天没来这里，现在不知道又去哪了，又要去找去了。太啊，我这个狗啊真的是操碎了我这个人，操碎了我的心啊。现在这里找不到，我们又不知道去哪里找了。之前是打过电话的，因为这两天涨洪水过不来，所以说现在水退了马上来找他。哎哎哎，
再喊我来骑一下吧。现在妈妈去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们分头找的。下我去外婆家那边看一下，她就去上面的那个村子看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得到。到这个村子里转悠了半天，也没发现我们家狗，估计等一会儿再等一下我妈的消息吧。我们回去了，走吧。